这你就是迷你新开的密室逃脱吗？看起来有点恐怖，奶糖，要不我们还是别玩了。那怎么能行？小王子，你不会是怕了不？怕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美食村的村长，怎么会怕？冲冲冲！啊！哎，小王子呢？哎，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花豆，你这是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愚蠢的人类，这猎户其实是我们比目特尔星人开的。可恶的比目特尔星人，又是你们！气死我了！抓紧时间吧，你们之中会有一个人被选中为鬼，而你们不仅需要躲避鬼的追击，快走，还需要解密收集道具才能逃离这里。解密收集道具，这不是密室逃脱吗？没错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了，要是你们没有逃离出去，就会消失哦。消失？糟糕，小王子被选中鬼了。什么？那还等什么？快跑啊！不行啊，跑是跑不掉的，我们要收集道具解密才能逃出去。可是这没看到什么东西啊。都给我狗带吧。不好，小王子被比目特尔星人附身了。还好我可以变小，能躲在洞里，鬼根本进不来。是吗？你不要过来啊。还好刚刚我找了一把钥匙能出来。不行，为了防止美食村成员消失，我得赶紧去找道具才行。发现了一瓶隐身药水，可以用来保命。不错不错，这边还有个纸牌，需要找到榔头，用榔头撬开。我知道呢，找到榔头就能撬开门，前往下一关。可是榔头在哪呢？来，让我看看。不会在这个桌子底下吧？哇塞，还真在！我这个嘴不会是开过关的吧？不好，鬼好像来了，赶紧喝隐身药水。我刚刚明明看到这里有人，怎么不见了？难道在后面？杀！原来隐身了，哈哈。哪里跑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当然是你的脚印出卖了你，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妈呀，快跑！哎呀！毛豆，鬼来了，我们赶紧去收集道具。所有的道具都收集好了，就剩分身碎片了。这次我们要收集的碎片是处女座。好，我们分开行动。妈呀，西瓜怎么被抓了？我得赶紧躲起来，躲在这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哼，还想故技重施，给我狗带吧。还是被发现了。奶糖，你也进来了，怎么办啊？出不去我们就要消失了。别急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不过这个办法需要小伙伴们帮忙。什么办法？只要打开迷你世界书房，点击迷你互动剧，参与美食村十二碎片，屏幕面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就能帮助奶糖收集处女座碎片，一起解救我们美食村成员了。这么简单，小伙伴们，求求你们帮帮西瓜，我不想永远消失啊。